我不想看美颜，我觉得美颜好假，不让我看。谢谢谢谢你们送的小礼物，谢谢你们，哇，不是条小小礼物，算是大礼物了，谢谢你们。我会说了，我会说呀，你们要不要听吗？谢谢北洋集团送的嘉年华，谢谢你。你们帮我录屏呗，你帮我录屏呗，三个，你们帮我录屏呗。谁呀？你们北洋集团的吧？对吧？我牙齿可白了，真的。嗯。谢谢北洋集团送的小送的飞机。谢谢大家送的礼物，谢谢谢谢。不好意思呀，我又来了。那个，现在可以关注你了吗？不记得啊。麻烦你跟我舌头给我捋直了说话，不记得。好嘞，好嘞。你们看，可以关注你们的真哥了吗？我应该设置了，可以关注吧？我又不经常直播，所以我觉得我播的那些我用不到。真哥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要跟你炫耀一下。嗯。刚才有一个大老板送了我三个嘉年华。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哦，你看到了，好吧。感谢老板。感谢老板，我替你谢谢，我替你谢谢。感谢老板支持我们中国天津。你那儿太吵了，乔正。Sorry， 关个门。我们这边比较活跃，人比较多。他们说的是不允许我吃辣椒。关门了，太吵了，太吵了。长痘。不是的，是关门关门。是我，因为我不是练田径的嘛，所以说我脸上就会出油很多，可能就是有些时候出油，然后不清理及时就会堵塞毛孔，所以就会长痘的。强哥没走，强哥那我还隔班呢。他们说我雄性激素高，我想笑。我血色素和睾酮我双低的人，你说我雄性激素高？直接给各位普及一下，如果睾酮高和雄激素高的话，他是比不了亚运会的。就他们都要看美，不行，我怕他们截我图，然后拿来做文章，不行不行，这个坑一定不能踩。我和嘉年华了，行，去帮我干掉黑粉，加油。因为我现在怼不动了，我现在饿了，我的那个新陈代谢太快了，我吃一会儿饭。谢谢哥哥，一定会为国争光的，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一下榜一吧。哥哥跟我刷那么多礼物，让您破费了，这样暴富了。再说一遍，我不缺钱。别再跟我说这什么直播怎么怎么样，我要是真的缺钱的话，我早就搞直播了，我就不会搞田径了。